跳又会演戏的男明星。肖战在30岁的年纪就达到了很多在娱乐圈的名多年的人都羡慕的境界。这不仅是因为他长着一张俊朗的脸蛋，更是因为他有一颗强大的心，去面对各种质疑和诋毁。就在当初他被全网黑的时候，是只合作过一次的杨紫站出来给他加油打气，所以两人也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。而随着余生的播出，不少粉丝们也磕起了他们的 CP， 质疑杨紫和肖战在一起的画面太养眼了。而眼前的网友也总能发现两人之间的微妙，不仅在各种晚会上暗戳戳的发糖，从高普的路透中也能看出来两人平时的互动自然又甜蜜。在一次拍摄天台戏份的过程中，肖战突然走到姊妹面前，对着她深情凝视，把姊妹都盯害羞了，身体不受控制的往后倒。这画面谁看了不说甜啊？那么你期待两人二搭吗？欢迎留言评论。